第一个呢，台湾动态就比以来涨太多了哦，所以呢，伊来对呾呢，咱认真做个开困哦，为着生发哦。不过呢，当期做个开困呢，中间生发都还蛮稳定，初计日前跌六年的时间呢，台湾就来爆发连锁运个叛乱，哇，非常强嘞！神法都还蛮稳，地路还蛮开好，因为了发生红的事情呢，所以呢，他就无法度，他家呢，做个爆发来重建，人为叛乱，所以呢，他家人民百姓神法全部非常的困苦，同时呢，他的叛乱军呢，又来杀去人家政府所有的官员。那官员本人失态嘞，吼、哦！人家台湾那总统府就本人降批嘞，那杨格山嘞，灭到俺台湾嘞一群所有百姓嘞，俺杨本人身份嘞就非常的困苦，困苦的中间嘞，吃掉个朝鲜呐，哦，朝鲜就来抵抗啊，而抵抗俺杨本人嘞，那无人来养托，哦，那无人来发起，所以呢，其中呢。就有人提出原来成立义民军团，哎，真好哦！一到地方后生啊，有志之士呢，就全部就来参加军团成立起来。哎，有一只两头人来带头，秃头来攻打，唔争我有神职，争我拿个叛军拿去攻打下了。结果呢，就有一只哦，陈志。他非常的聪明，如果图谋营业呢，哦，一只个款呢，地控者来带粮呢，来义民军团来攻打，然后战争呢，因为都行走，哦，都苗栗，都台中，甚至打到彰化去嘞，哦，配合政府军，拿所有的叛军全部来拿去产品呢。哇！陈平之后呢，四双七的真倒面咧，看到杨格杀起我咧，哦，所以呢，就该新竹地方人士，哦，因为咱们那林先坤的先生，他对咧工作非常的个个呢，哦，非常的个热心，他就来发起来前的几十年，诶，今年咧义民军啊，打到啊杨人啊，用四双啊暗刀咧，我见到杨格杀咧，哦，尸体天炸，哦。归下呢，就来上讲，我来替伊的义民军来来去疏食。所以说，当初呢，交通啊无方便，那无像今年啊，有卡车，有拖拉机，那是挺方便哦。哦，佮只有哦，你去传说来啦。哦，从个安尼历史地位都是无下有人啦。传说来讲，讲去用用茶拉去啊，个蛮路进来去熟练来，拉去条尸体进来熟练上来。哦，佮蛮路熟练上来，一条。看到喺老百姓啊，看到食材是非常的伤心哦，流目汁哦，讲伊可能停咧啊，喺尸体间扮人上茶，扮到最尾啊，两百人杀，哦，鬼牛茶，可能两格杀咗啦，连个陈牛都喺土嘅时阵啦，几多感觉讲哦，你已经是哦，非常嘅个款咧，凄惨嘅事情，都人家表了嘅时阵，牛茶就无行咧，就。在林先坤一群人就将这条尸体就来去葬出个冰流，吼，冰流出来，然后出来发起，而又拜天，所以因这条人尸呢，他家捡钱，哦，来去拜天，拜天以后之后呢，叫他家来天封啊，哦，然后四年后呢，因个孙文人尸呢，哦，孙天亮，哦，就由地方诶代表人尸，拿因个义民下街，哦，分年来因个哦凭证。啊，就会给你啊，应该贡献从生活哦，播种一面茶，来奉天本恩总纳凭证，还有农民十三乡镇的人，哦，乡亲来他来来去，哦，奉祀祭拜，将有给你啊，七年轮次子拜个太祖公祠祖比赛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这个一面茶要来同大家播歌，同大家分享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十七号陈队长，三号呢有请十五号准批上台，还有有请十六号、十七号请准批的。
为陷阱哦，爱你朋友在讲，爱去识五号入座梯。首先咧，感谢主持人各位评审委员。今日爱要讲题目咧，是系按落节庆哦，节庆节庆大哥咧又当圣事嘅节目，啊，你所住所看到所见过嘅。我将来讲问题，这个都分享。那么，第一点是对年少节的关系啊。年少节呢，啊，你让我来让我出现你哈。该新界老罗盖每年的年少节一天都跳百三，五六十年前一天来，我来避水的那种啊，娘化灯。该罗盖呢是做家爱板第一爱板的，该种来。爱板子三万爱，青年真爱。哎，因此会当地机啊，讲笑啊，讲喊出妈咪爱听啦。水没好啊，因啊哈，水早也没做，得爱因啊哈。其实啊，因做还叫小孩亲笑。讲了咯，娘化店的个过节，也有共八坡啊，也有因嘞，两种嘞麦果长安。那么罗盖呢，就这样咯，种狗台下地方，又叫种狗，店名绰号咯，种狗了哈，就快点。我查条街道呢，那么你啊新界呢是走条桥，种很过去，种了种桥在店面前，请种种我开始种过一条上是条哈，赶紧是当做一样个种桥，你种一年了，条种了没有？上种了哈，种一毛种到马街好西路毛种到啊，叫南光是个西方哈快西嘛老嘢，个大家有小哈有人生气讲，我俩俩种个养花灯有人生气。所以呢，一张保险哈。该重点呢，大家是第，那啲客家人文化呢，我嘛该接近啊，做唔得。不了是天川，天川大家有讲过，大哥哈，五月节包粽啊，鸡粽、板粽、米粽啊，还有秋水，还有发龙船，也是有过的啊。中元，中元节呢，大家是第，哦，有八公公是，福公是十日，还有有十五，还有二民庙是二民亚是二十。要台车下去做客，今年轮渡沙是强人哈，摩轮渡沙是日本，轮渡人强，哦，俩家客家文化交流自然来安逸人来。过了是系，该种诶中秋节，中秋节做平安戏，我记得我哩让我装下出席是上街下，哦，该种诶拜拜哦，做戏安逸，喊浮桥轮渡，十五。好，按来比如轮渡机开车子，非常高强高壮，做来不人强，也成个哩客家人来进行来来去去啊吼。那么我感觉啊，高铁很多啊，最近才喊人家过年的时节啦，有客家当特殊的地方，头百年啊吼。因为南社新桥来做新桥厂吗？哦，南过来，那么到做社新桥学到台咧，是八年十岁。本地来来接，来送组队哦，来比本地过年。那么过年台价低啊，你是五号开始在做班，除了班发班天班哦，班人哦，所有的班员穿过年啊。但是呢，做些些新票人一天来当摸汗啊，做来做去，做到某年某日，该三十年如果送组队，该两个三呢哦，台价低哈，该一功夫啊，跳多美啊，很冲啊。伊有诶变数，有诶打扮，还有诶来为了过节，还有来做台面，所以到武汉来讲，该精彩部分啦，三十五人来送组队。那么，我一只通过，伊属于安样过程。该，然后讲本期今年三十年了，本送组队来本做台面咯，一当关系。该五步呢？三十万步啊，做做是社会性知识，信仰建立的啦。用来啊，七望八望啊，一生人是望我哋阿伯啦，很好的机会，又好。该信仰呢，该社信求是做下摸很多，当桥当桥很。爱通过电脑摸本来翻，几样奇怪，居然摸来，哎，很奇怪，好，为中桥电脑没有电脑，该条板人作客都对呀，也广播很，该广播。卡卡卡卡卡，
廿百来咯，人廿百来咯哈。按咱行咯，种电有多每电十几方电，用廿百按吃多来的，最唔起的那廿百哦，春夏雨刻七千斤，你还送做对的个一种个，个种个电鼓也跳板音的色，然后色性 Q 哦，本来接的一种油来，按俺的人生啊。材料时间是快快乐乐过，你都有嘛？该俺你是在吸吸收嘛？该东西，所以你啊，你免费的过，你来讲一下。谢谢。好，什么十五号队长，三号的油枪十六号准备上台，两个油枪十七、十八号抢准备。评审评审，各位长官，还有现场的好朋友。太极家早安，太极家好。我是第十六号的参赛者，我是带山东的。首先对了面，我是感谢那个李总刘来发先生，因为今日鼓励，所以我今尾才有机会来参加今尾俩盛会。啊，今尾我爱老太家分享的主题，就是因为中国过年的由来，过年的由来。唐公。从几啊千年之前，中国大陆每年个秋那十年一代，也是个年代，哦，这个山东会有一种太型的怪树，会下来，你把乡居住个村庄啊来了去搞掉，啊，当然你啊怪树底下会生人咯，啊，所以对啊，你啊乡民都把乡太个亲近，当然到年下一个时间。大家就会请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大家去避难。我们唔多读到怪书，会被杀掉。当然，该安尼老百姓嘅众人，一定就会被破坏枪枪。所以老百姓当辛苦啊，到怪书了后，了到南的转山渡后，啊，老百姓上撞了，重振安尼嘅家园。啊，因为了怪书一年上出现一摆，所以老百姓全部都成功一个，来做免书。但严肃，你阿个问题就出出案，第二十年来，个老百姓无法度解决。直到有一年，因为中国人的骄傲，中国人发明一种东西，叫做火药。啊，所以乡民就当欢喜。啊，有一年大家集合起来开会，大家就来讨论决定讲，我用啲阿火药来对付因啲阿严肃。所以个年个年代，乡民大家同心协力。做到了火药，不知道了严肃哎下山的经过的路线的路水啊，来边一太多的火药啊，等等该严肃出现，等严肃来到经过的时间，火一点砰砰两声，该严肃就本已炸到粉身碎骨，化为灰烬的。而乡民们看到严肃的模个，太家出来就翻天喜地是讲。哦，严肃消灭嘞，莫严肃嘞，哎，你过年嘞，过关嘞，过年关嘞，哦，大家当欢喜啊。后来，大家就叫天公忙年这两事，哎，你大家好好的庆祝啊。所以，今年该年代的时间，家家户户对门口就会挂一串长长的纸炮诶。啊，所以大家衰风以来，第一件事情就得点大纸炮诶。在大师炮的有两只作用，第一只作用就是讲，因为居家环境四周围有个磨枪的东西，用你啊自炮的上头去吓着。按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讲除旧布新，顺旧扬新，所以你啊自炮的按住了旧年一切不管如意不如意的，全部来飙到一片，用最快乐的心情来迎接你啊新年的到来。然后。哎，你家中个壮仔就会准备，哎，你啊后生人最欢喜个就会红包，所以对每个儿孙得十本一只红包。个红包咩有个作用？佮第一只作用呢？个红包就会本大家哦，推到身上，而讨个吉祥、平安哦，还也带来好运。另外，红包，哎，你讲红包还有一个讲法，红包了嘛？我的杂碎钱，做买杂碎呢？该老人家就想讲，你啊，太家有点杂碎钱拿嘞，希望太家全部做嘞长命富贵。所以你啊，过长了你啊，意思就一直沿用到今本月。你啊，作为你中国民间你啊过年的由来。
好，所以你啊，根本落台老太太分享诸多两位啊，神龙太极家。什么十六号场水站，三号的油枪，十七号场水站准批上台，油枪十八号、十九号场准批。各位贵宾、各位总管、老师，大家好！爱乡车，命风走，许多总乐器善动力。今本夜非常感谢刘理总，有安好的机会，本来来学习客家文化的传承。我今本夜要留大家分享许过年的快乐。讲到过年，家家户户做准备都当澎湃，有太黄、太娘、点心，还有当多人特别稀少的。我下巴还会用咸菜、炒肉丝、煎甜饭来包，食材当好食，上到后南水煮会留下来。个生意呢，咪会讲阿婆阿婆，过年做得够。户口牌嘛，我讲做得啦，我就做太太细细做多位多个搞，搞到当欢喜，收到哈哈滚，当闹热。俺台湾有安尼风俗，年三十除夕安博，还是团圆饭。老辈做些太太细年呢，会转来团圆，表示一年平安顺心。我老爱最亲爱的不客人，恰恰是团圆饭，有讲有笑，大家